并送外壳四个螺丝，取下顶盖，取下亚克力板顶盖上的五颗螺丝，拿下亚克力板，取下主板上固定螺丝，拔出线束插头，取出主板，拆卸完成，把主板放置在固定孔位，注意主板网线插口方向对准电源盒方向，用螺丝固定好主板，连接主板线束，安装亚克力板，固定好亚克力板上的螺丝，安装顶盖，拧紧外壳螺丝，安装完成。